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亚楠，欢迎观看本期的鱼妈养生驿站课堂。肾气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，它决定着人体的健康。如果肾气不足，就会导致人体多种疾病，容易畏寒怕冷，面色发白，无精打采，盗汗，手脚冰凉，身体虚弱。今天亚楠教你一个能够补肾气的动作，两侧弯腰，睡前做5分钟，能够补充我们的肾气，让肾脏更加健康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身体要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将两腿分开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向上伸直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向左边弯曲，然后侧边伸腰，右手尽量的往左边的方向延伸，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柔软程度来决定。注意做动作的时候不要挺着肚子，做完一遍后相反方向再做一遍，一组动作重复50次，每天坚持，可以很好的改善肾气不足的现象，这样我们的肾脏会越来越健康呢。好啦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